还有那个今天没有来郑仁硕吧？啊，曾国雄。啊，给我来那个李登辉，黄登辉。啊，他的灯有一个金哦，好生感觉跟甜瓜鸡在上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永远十七岁的甜瓜。谢谢，感恩我们的导演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很久没有拍电影。而且真的，我们他马克老板的制作团队每天都用保姆车来接我。你们今天来到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，你看这个办公大楼就好像101大楼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蒙尼还有那个今天没有来郑仁硕吧？啊，曾国雄。我故意的。你的钱，林姐，超过半分钟。第一小时。啊，给我来那个李登辉。黄登辉。啊，他的灯有一个金哦，所以他将来会很红。中啊，那个广仲、黄轩还有甜甜，是不是都有吊棒子这样？这次戏里面的确是吊了蛮多次钢丝，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，我只能说一个字：飘跟飞。我不止飘，我飞，我躲，我藏，我跳，我在天上飞。那你们吊棒子有跟甜甜有吊棒子的对手戏？哦，甜甜，来，甜甜，我向大家报告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大家要注意听啊，因为我平常要是拍戏啊，外面我都穿纸裤啊，你知道吗？不骗你的，那天又穿纸裤而已啊，那个吊钢丝要披起来嘛，哦，我就塞很多卫生纸啊，结果呢，吊到一半呢，还是太痛了，特技演员哦，又拿两块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我塞啊，隔天哦，恶心一鬼啊，所以还是很辛苦的啊。还有一个，我有芙蓉出浴的镜头，广众看到我哈，你自己讲你的心得，看到我那个芙蓉出浴的镜头，结果如何？有一场我看到甜瓜姐刚洗完澡的样子。赚到了！那觉得甜花姐身材怎么样？一言难尽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大家进电影院就知道了。永丰探神放假日 ，Together a better life， 一起来翻转生活思维，让探神放假去。抽奖演唱卡司：10月29号，告五人唐仲文、曾沛慈、吴汶芳、莫凡心、小雨；10月30号，怀特、蔡敏仁、艾怡良、黄玠、蔡佩轩。永丰探神放假日10月29号、30号，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文化广场，邀请你 Together a better life。